地藏本愿度众生，因果轮回不灭。欢迎收看《地藏经》说因果。声闻、缘觉及菩萨是佛教认为可以解脱生死、到达涅槃彼岸的三种法门。在有依行品中，如来特别指出，只要众生能够成就十种有依行轮，就可以证得独觉。所谓的独觉，是在佛陀尚未出世、没有佛法的时代，讲究的是远离一切人世烦恼，顺应因缘而觉悟真理。民国的继承禅师曾说，勤劳慧可爱山居，习静西迁眼读书，能悟变成金世佛，重黄片石亦无炉。这是说，不管喜爱宁静的隐居生活也好，厌恶读书也罢，还是居住在荒郊野岭，只要能够觉悟般若智慧，人间处处是道场。以前有一个人叫做老魂，自细汉伊就甲父亲学做木工。老魂二十岁迄年娶一个某，伊的太太叫做王玉。王玉虽然出身贫困，但是伊的心肝真善良，肯吃苦，人阁骨力，老家的人大家拢真喜欢伊。两年后，老魂的父亲伫做工的时阵，无小心对楼梯摔落来，不幸过身。为着要予辛苦大半世人的父亲死了后会当有好日子过，老魂就开重金，请道士来替因找一块风水宝地。一见面，老道士就对老魂讲：“请我来看风水，爱先付定金十两银，等棺材入土，所有的代志拢办好，阁爱付我十两的工钱。”老魂无张图，马上就答应。老道士一边摸伊的嘴手，一边伫心内想：看起来今仔日我的运气真好，拄到一个钱多的大户。想到到只要随便捡一块房地，就会当得到二十两银，老道士面上的笑容更加灿烂。老魂带着老道士经过一块农地时阵，老魂看到有一个人伫咧偷偷挂赌神色的竹仔。老魂无出声惊动对方，伊颠倒揪老道士秘伫大树的后面，等到对方离开。老道士无了解问伊：“伊做伊的工，咱行咱的路，互相也无交叉，为虾米咱爱避起来？”老魂摇头讲：“迄块农地是阮厝的，迄个人是庄仔内上个善食的人。我想，伊一定是腰甲挡袂牢啊，才会过来偷客米。反正也无偌济米，就互伊客吧。”老道士听到老魂的话，非常的意外。伊哪行哪思考，这个人真正是人讲钱多的代表。这种了钱的代志，伊也甘愿做。我看安排搁再好的风水宝地予伊，嘛是拍算，干脆先骗伊买一块烂地，再来骗伊开钱来消灾，安尼就会当赚到双倍的钱。两个人经过一块地势无平的荒地时，老道士忽然间将老魂叫住。正所谓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这里所说的业，指的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三业造作的行为。举凡偷盗、妄语、恶口、贪欲、嗔恚、邪见等，都属于身口意三业的范畴。杂含经里说，身行不杀害，口意惧一人，当知真不杀，不迫于众生。人的言行举止和意识思考，只要稍有偏差，就会造作恶业。所以佛法教我们修习善业，常行善举，不要随意迫害他人和动物，
因为世间万物的生命都值得我们去尊重。同样的，不仅不能用言语伤害对方，也不要怀着害人的心念。只要我们都能守好自己的身口意三业，社会上的冲突纷争也会随之减少。老德叔一双手拍在后面，一只手摸到他的刺手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位仙风道骨的修行者。其实他知道这块地的风水不好，但是他也是继续很认真在评估的模样。老德叔思考一段时间，他才开嘴说，这里确实是一块百年难得的风水宝地，但是将老老爷埋葬在这，不但可以庇佑后代子孙，人丁兴旺，财源滚滚，也对官运真有帮助。老魂他对风水完全不了解，他听到老德叔这样说，当下就点头答应。老德叔对老魂说，那是以后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地方，千万不能客气，贫道一定会大力相助。话说完，事情也办完，老德叔拿着钱欢欢喜喜离开。真刚好这边才刚将老老爷的棺材下葬，那边有新十个月的王玉他就生了。接到消息的老魂赶到房间的门口，就听到红孩子很大声的哭声。他将门打开，看到三伯抱着两个囡仔，笑得真欢喜，一直对伊讲恭喜。夫人顺利生两个小公主，老魂非常的欢喜。但是欢喜的心情是一时的，因为因厝的人拢无读过什么册，唔知影要为这两个囡仔取什么名。三伯看因真烦恼，再加上伊之前也曾经受过老魂的帮助，所以三伯想要回报伊。三伯行到客厅，有一幅图，伊看到就提议讲，听伊讲虎、甲狮这两种动物。虽然拢真歹，但是因的感情真好，会当和平共处。干脆大汉的就叫做老狮，第二个就叫做老虎。希望因两个人以后会当为情四方，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老德叔伊并无听到老家有任何的歹消息。而且老魂伊也阁愈赚愈侪钱，伊个两个后生也真聪明，真贤读册。伊去探查过几啊摆，这分明就是一个风水败坏的墓地。后来有一位风水师经过，讲伊愿意替老魂看风水，希望老魂会当予伊两粒馒头食。风水师看到老德叔选的墓地，真生气说，这是土瓦屑，是断主树家破人亡的真歹的风水，到底是什么人这么歹心，存心要害恁老家。老魂听到不傻傻，一种代志的经过，包括因厝最近发生的好代志，拢对风水师讲。然后风水师就问伊，伊的两个后生叫做什么名？老魂说是老狮甲老虎。风水师哈哈大笑，这虎甲狮拢是威武的动物，而且因拢会向掠兔仔来食。当然，恁厝都无受到兔仔血这种的影响。这真正是天公伯啊咧保佑善心的人。最后，风水师将老魂因厝的梦穴做一挂调整，就摕着老魂加上伊的总共四粒馒头离开啊。山业清净是圣人，山业不净是凡夫。
佛说四十二章经里提到，众生以十事为善，亦以十事为恶，身三口四意三。身三者杀盗淫，口四者两舌恶口妄言绮语，意三者忌讳吃。如是因如是果，能够让自己的身口意三业都保持在清净的状态下，又能够长期持守正知正见，自然能够远离恶过，获得善报和善果。感觉有三兄弟，大兄刚毅，二兄刚和，上细汉的小弟叫做刚信。原本感觉是当地百年的贵族，无奈在因阿公迄个年代开始，家业渐渐衰败，如今只存稀有其表的名声而已。实际上，刚家的生活并无富裕。在大兄刚毅十岁迄一冬，伊的父母因为肺痨过身，身为刚家的长子，刚毅只好搭起这个厝。伊计是爱去种田趁钱，暗时回来阁爱读册读到半暝。伊的两个小弟拢非常的唔甘。当时七岁的刚和会带五岁的刚信，一时去帮忙做工的人送水。下暗大兄咧读册的时阵，伊嘛会乖乖坐伫边仔学捌字。因为刚家三兄弟齐心合力，厝内的状况也得到改善。看因会当和平共处的模样，厝边隔壁拢感觉真安慰。有一遍，东村的李大婶讲要介绍对象给大兄刚毅，也特别强调对方是张元贵的查某囝。若是娶张元贵的查某囝，就唔免烦恼厝内的经济。但是刚毅拒绝了，伊讲：“我知影恁大家拢是为我好，但是刚和甲刚信拢也只是囡仔，我若是娶某，就无法度像即马安尼全心全意来照顾因，所以我要等到因拢成家了后，再来考虑家己的婚事。”刚毅对李大婶鞠躬，说得下了就走啊。李大婶虽然感觉真可惜，但是也真佩服刚毅的待遇。后来，当地真侪官员听讲刚毅的好品性，拢推荐伊立朝为官，但是拢予伊拒绝。朝廷即马当咧欠人才，皇帝知影即件代志了后，特别派身边的大太监去选址。面对皇帝的圣旨，刚毅也真清楚，即便伊是真正要离开啊。一部记载万物众生生老病死的过程，融合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见证。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，是佛说的遗嘱，是做人处事的教科书，更是学习因果的重要经典。请护持地藏经说因果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家庭成员间如果能够做到和睦安乐，就是人间吉祥事。想要获得家庭和乐，不外乎就是上慈下孝，夫妻融洽，兄友弟恭，敦亲睦邻。子女间可以和平共处，就是在对父母尽孝。弟子规中说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，指的正是兄姐爱护弟妹，而弟妹也能敬重兄姐，兄弟姐妹能够和和相处，不起争执，便不会让父母操心，家庭自然和乐融融。要离开之前，刚毅再三提醒两个小弟，叫因一定要互相扶持，认真读册，也要善待附近的厝边。
伊阁交代厝内底下人，希望因会当尽本分，认真照顾江河甲江信。江义被派往外地做管领的时阵，因为伊的个性真好，为人也真正派，不但甲同事相处真好，也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。有真济大臣听讲，伊也未结婚，拢讲要将查某囝嫁予伊，但是拢被江义拒绝。江义真严肃回答：伫贵族内底大汉的囡仔，难免会较娇贵。卡叔讲，以后我的小弟娶家境普通的女子，同侪啊之间可能会发生一挂纠纷，时间一久。兄弟就会产生矛盾，我不希望这种代志发生，所以请原谅我的拒绝。经过一段时间，江义决定，伊要请假回去故乡探亲。回来了后，伊知影两个小弟已经中尽尴尬的声望，而且厝内的事业也发展了袂歹，所以江义就决定要辞官。回来替小弟准备婚书。两年后，江义忽然间将江河还有江信叫来，讲大家分家的时阵到啊。自细汉就是江义做阿爹，搁做阿娘，将因请养大汉。江河甲江信跪伫涂骹，真艰苦，讲咱三兄弟啊做伙。搁再艰苦的日子，拢挺过来。为什么大兄硬要分家？大兄你是长子，当然这个厝是由你来继承。阮两个人绝对袂教你争家产，请你卖赶阮离开好无？江义心意已决，两天后，伊请庄仔来辈分上界悬的老大人来见证尴尬的分家仪式。经典中说：“有惭有愧自庄严，知于世间应时语。一切常书不失手，无上世尊说是法。”这是说明一个人如果懂得惭愧和反省，那么在为人处事上必定能够圆融无碍，而且有了惭愧心，人就会适时地做出自我修正，做任何事都会有分寸，不轻易逾矩。这样的一个愿意自我鞭策、体贴他人的人，一定也会遵循正法，平等慈悲地对待所有人。在本家仪式中，江义宣布所有修行好的产地，还有现年轻有力的下人都属于伊的，剩下来的产地甲其他的人就留予江河甲江信去平分。所有的人拢唔敢相信家己听到的，真侪人拢替江河也佮有江信抱不平，认为这几年来江义出外去做官，厝内会有今仔日的规模，拢是这两个小弟用心经营的结果，无应该所有的好处拢被江义摕走。江河甲江信听到大兄的分配，虽然表面上无讲话，但是因的心内对江义也是有真大的不满。不过，因为因真敬重江义，也只好接受这个安排。无偌久，江义霸占家产，欺凌家己，欺负兄弟的消息就传出去。江河甲江信两个小弟确实得到敬重兄长、无贪心的好名声。本家仪式结束了后，进前恰恰甲江义来往的官员也开始疏远伊。等到是江河甲江信，因为无坐无抢的好品德，被举荐为官。几年后，因在外地做官的这两个人，拢收到一张批，讲江义当兵，希望会当见因最后一面。
虽然当初在分家的时候，因甲大兄有一点仔矛盾，但是毕竟江姨对因有养育之恩，所以江河甲江信马上用上紧的速度赶返去厝。一返去到厝，两个人就被管家请去祖坟。到了现场才看到，当初有参与因分家仪式的人也来到现场。江姨吐得乖啊，真慈爱对两个小弟讲：看到恁有即卖成就甲好名声，我总算是会当放心。我知影当初分家对恁两个真无公平，看到恁即卖有能力会当将遮财产保掉的，我决定要将属于恁的物件还互恁。听到遮，为官数年的江河甲江信才知影，当年江姨是牺牲家己的名声来换因今仔日的官道，两个人啥物拢毋知影，竟然还阁敢对江姨不满，真正是非常的见笑。若毋是江姨甘愿家己承受骂名来成全因，因也未有即卖身份甲地位。后来江河甲江信不但将所有的家产拢捐出去帮助别人，而且也施捐返来故乡。正所谓财为善福，借为平安，惠为人保，福为资财。祝愿大众都能常保慈悲心和惭愧心，努力持戒守法，累积福德资粮，早日成就佛道。感谢您的收看，《地藏经说因果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